大家好，我是大飞，现在已经到九八山，山顶了。今天在这边做点吃的，这边大哥正好也想用炊具烧一点水。把那个气罐拿出来。这些应该够了。够了。我说这路过来，路上我也说挺过来，路上开了三天，要不就这一个五区干十天，干四天。哦，都是老乡，你不说你是成都过来的？我是陕西的，我从三十光过来。三十。你喜欢吗？这个瓜好吃。我们进价都是一块，然后从成都再拉过去。给那个大哥说一声，买咱们买一点，没。嗯。行，咱们拿一瓶，等会付下钱。这是装的，哦，用这个水吧。你看你能吃多少面，然后下多少面，我这边给你直接把。你们也弄噻，你吃什么味道？我们也吃一点。是吗？哦，吃一点吧。酸菜、泡椒、红烧。泡椒吧。你呢？你要什么味啊？随便，什么样的都行。拿水够不够？要泡水。够了，够了，我们直接泡，我们不煮了，我们直接泡。我们也是泡，直接用泡。哎、哦，那就把水直接多烧一点水。啊、喝一点水行。来，泡椒。他说把你这个水全用了。没事没事，还有啊。要这里水多。你就吃这些应该不够吧？啊，泡面够了，我们四个人泡面够。泡两桶应该是。我再装一点水嘛。再倒一点水。哦，这个应该用不了了。行了，这些水够了，差不多了。吃完泡面喝一点。行。OK。直接蒸开啊，盖上盖子。这个真的是，这个灶真的是小。直接烧嘛。好，等那水烧开吧。应该几分钟就烧好了。是的。等一下吧。好的。现在海拔有点高，3700，这个水烧了有好一会了，还没开呢，应该马上就快沸腾了。现在水已经开了，把鸭放一下，泡一下方便面。OK， 随便够这么多水，够了。放到哪里？这个水已经沸腾了，现在还在沸腾。好了，够了。大哥，你吃吗？来。他不吃，他看我们吃。吃嘛，哎呀，好不容易遇到有开水了。先把料包拿出来，先倒好水，放水了，然后再放料。哎，放到地下，别烫着手，很热这个水。再拍个视频。我的全部倒好了，差一点，在我那边倒一点。这儿吗？他那儿。我这给你，对，在我那边倒一点就行。3700的海拔，吃个泡面也是很幸福啊。大哥，再见了，生意兴隆。